麺とニコワンタンスープ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ちゃんと分かってくれるかなって不安ですよね。大丈夫ですよ。ほら、日本語でやり取りしてくれるお店たくさんあるのです。到位于台北的来好买个文青小物给好朋友，想问问他们的意见吗？没问题。 Free WiFi 友善又方便。我最喜欢逛逛街喝杯茶，最好还能来点甜点。嗯，现金不够了，不用担心，支付友善，消费更方便哦。台北友善店家在今年的台北好康都有你活动期间，从10月1日到10月31日，只要注册登入台北友善店家活动网站，就可以每天参加抽奖，天天登入天天抽，日日消费日日抽哦。正所谓山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们这经常要上山去采药的时候，在云里雾里，就是寻这个药，然后把这个药带回来，带到人间来，然后呢，这个替人治病。所以药都是你带来人间的？也不是这么讲，就是说这个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这个神农尝百草，我们就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是这个药，为什么这个味甘，然后这个味苦，然后它这个性温，然后这个性热，为什么温你性温？哎，然后央央央性央，不是这个，拿过来。这个算是一个小，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说，对，这是我们疫情之后第一路，而在这个疫情的中间呢，台哥不仅自我锻炼、自我养生，大家看看他的脸色，自然的形成了一种透明的薄膜。你看他现在变得多健康。我跟你讲，疫情期间就是要让我们反思，我们是不是亏欠这个大自然，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好好的把自己重新的醒思一下，再构成，再重新出发。是不是你自己讲，是不是因为这两个月在家里面调息养生，现在变得状况非常好？可以这么说，我这个不管是登梯子爬高，甚至于13响，甚至等一下，我现在发现你的每一句话的中间都会有一个一秒 loading 的时间。有些时候记忆会记不清楚，对自己要讲什么。我跟你讲，台哥现在身体健康了，健康了，但是呢有返老还童的趋势，脑子不好，变成小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来，我们拍下面，忘记穿鞋去上班，忘记穿鞋，这个是小学生才会犯的行为哦。你的鞋子呢？他因为今天外面刚好下雨，所以我就穿拖鞋出门。刚在楼上，他跟班班说：“啊，我的鞋呢？”然后班班说：“啊，你的鞋呢？”他说：“在车上去拿。”他掏出一把车钥匙。问题是今天是我载他来的，他没有开车。我忘了，神奇了，我忘了。台哥在这个疫情之间呢，运动啊，养生啊，对中医有了一点这种，我说略知一二就可以了。哎呦，不敢不敢，皮毛都不到，皮毛中的皮毛，皮毛中的。但台哥现在开始喜欢上中医了。是，今天我们就来这边结合你的兴趣，是在工作上看能不能在这边得到一份好工作。我一进来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到芝兰芬芳，满是生香。哎，芝兰芬芳，满是生香，哇，用得太好。讲到背啦，这油气咧行，你怎样意思？尤其那劈掉，你整个人神清气爽。所以你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你以后对不对？睡着以后，我会帮你把这边都放药，整个药气笼罩你的精神。要说是真的，有些香包它那个会防蚊，蚊子反正，然后你的香包放那边，蚊子突然，那个针就断掉。真断掉，真断掉，回帅，小明，你真的，你也真的，品酒，登记啊，这么严重，登记啊，他没有办法，再也没办法吃了，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中药有很多神效，没有办法讲的啦，你讲的真的假的啦？当然啦，你管断掉太严重了，哎呀，我不骗你，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很屌，啊，你听我说，中药，我们做个经理报道一下，报道，希望他可以破格录用，对，就是我们的中药材行的行长 ，yes， 好不好 ？yes，check it out。
好，这是我第一次啊站到这个药的柜台来，第一次入柜，这个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旁边这位就是我们生源药材行大掌柜。稍等一下，他的确呢辈分高，头衔也高，是。但你现在的气势有一种林峰哥的感觉，我说你可以就是稍微再收回，切开一点，切开，我轻一点，求职的感觉。这个是我们大掌柜，收留我。詹老师您好，你好，你好，是是，大哥，我想请问一下詹老师，您从事这个药材行啊，几年的经验？41年。41年？哎，对。那为什么会当初进到这一行呢？我们早期都是要有人介绍才可以进来。进来，因为这很复杂哎。对。这个药很多很难。我们以前来这边学习的话啊，都要先学习扫地。扫地扫了几年？15年。没有啊，扫地到那有时候有新的来，你才可以换。什么？扫地，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要先扫地。我们早期来这边那个疑难杠很多，我们以前有50、50几个，弄几天这样。没有，进来的话要学习洗药啦、挑药啦，你要到半年的时候才可以站到这边上。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形式还会这样收学徒，有需要就会收啊。他们还是从扫地开始。对，一样。然后一样擦擦擦。那现在年轻人没耐心，他扫一扫，要慢慢学。学习要有耐心啊。那您在这个从事41年当中，每天闻到品有这油气，你是不是觉得身体很舒服？当然了，因为我们都是好的药材啊，对不对？都是我们都是从产地买到地道的药材，而且你们还要分类，然后分类，然后都是尽量用野生的啊，尽量都是野生的。像这个都是野生的，这个是山西野生的黄芪，这个就甘草了吧？这个甘草，这个也是你看到没有？黄芪跟甘草两个差，这个是山西的，看不懂。那这个是内蒙野生的。这个我看没错，应该就是蚕宝宝，不是蚕蜕了，蚕蜕嘛，蚕蜕要请你加工，我要磨成粉嘛，不是，人家这个要把那个这个去掉，把哪个去掉？脚啦、头啦、尾都要去掉，然后再盐水洗干净。那这个是作用是什么？这个就是皮肤痒啦，那个小孩子晚上会哭啦，或者说那个祛风都可以。囡仔就惊妈妈，好吗？对，这个配什么呢？还是要医生处方啊？还要处方。对。队长，你听我说，台哥今天对不对？在走进我们药行之前。他就已经有一些对中药的素养，我也要展现给你看，说他有多厉害。他现在从左边到右边把所有的药材认出来给你看一下，你看有没有这个天分？不要讲。来，台哥，这是什么？是不是树皮？这是什么？我如果认得不错的话，桂皮。答对了吗？这个不是这个后。什么？九破啊？叫什么名字？我写给你看。我连两个字我都讲不出来，是哪两个字？后补。这叫后补了。这个韩国的某一位朋友，他姓叫后补，后补先生。后朴，这叫朴，这叫朴。来这边，这块砖头是什么呢？这块砖头红铜，这个是带赭石。我再写一下，带赭石，这手可以碰吗？可以，那个是原物料，长得像蜂巢一样带赭石。那个要敲很久，我拿给你看，这是带赭石。哦，带赭石嘛，我刚才以为是什么，原来是带赭石。我那个赭，那个赭好难。赭嘛，看一下。微量元素嘛，这都用人工敲的。带赭石，来看到这边，猪肝晒干以后这是什么？这个是，这什么呢？陈皮嘛，不是，这川普根啊。什么东西？川普根。川普根，你这川普根啊，川瓢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好不好？这是从韩国来的两兄弟，一个叫川瓢根，川瓢根瓢布，这个。恐龙化石，对，龙齿的恐龙牙，恐龙的牙齿，真的安神，对，对了吧？对啊，恐龙牙对了吧？被蒙对，乱讲梗讲错，乱讲讲错，这个珐琅质的，不是，我问你一下，恐龙的牙齿应该是放在博物馆，它拿来做中药吗？对啊，这个是镇静安神的啊。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入药。对，因为现在很少会开了。我问一个外行人的问题：当年什么朝代的时候的中医怎么把恐龙牙齿挖出来？这个我们《本草》里面就有记载，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对，就有挖到恐龙牙齿。对，这个在产在那个大西北甘肃那边哦，比较干燥的地方才有。他们浮到上面来的，刚好挖到。现在这个本质啊，现在已经没有。对，现在是标本。太夸张了，好不好？那这果干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大家会有疑问说它是什么东西？对，对不对？麦门冬，对呀，什么麦门？这叫麦门冬。你刚刚是不是不知道？不，我刚刚正差点就要讲。学长，你不要给他提示。学长，你尽量不要提示啊。嗯。千万不要讲说这个是菊花，这个提示就不对了。这该不会是菊花吧？这个应该是梅花。菊花了。小雏菊。没问题啊。菊花，我们这是用台湾哦检验合格嘛，这是用第一期的菊花哈。请问这个是到殡仪馆外面去收的吗？不是，这个是产地弄的。产地是殡仪馆吗？这个制作的啦。这个是金桔。对，那个是。
白芷。一般我们都是用金菊花来泡茶，了解是不是？对，养肝明目的，这个效果最好。好厉害！对，学长稍等，这个再不是树皮，我没办法接受。我跟你讲，它是一种啊，它是什么呢？根本想象不出来的东西。我哪个方向呢？酸梅汤，这个是党参，党参嘛，最好的党参，对不对？对对，温党参。党参嘛，没有讲对，你刚刚说酸梅汤，党参能够烧酸梅汤吗？也可以加在里面的，加可以加，没有问题啊。党参是加酸梅汤，好吧好吧，那算对算对，是不是？你是大师，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扁的这种党参，不是这个党参，它是本来是这样子。哎呀，刚刚这看着很熟，就是党参嘛。去去武器走，我想党参的党怎么写？党车的党啊？怎么会党车党？党籍的党，铁党营私的党，全民最大党的党啊？对对啊，对。现在这个都没有熏硫磺，就直接产地管制它。像这个，就是花旗参。对啊，哎呀，你看，学长，你不要他问你，你就告诉他这被他掉了。花旗参啊，花旗参就是美国参。这个糖炒栗子切片这种对了吧？这好熟的味道，地熟。炙甘草，这个。好熟的味道，这叫我怎么说呢？这个地熟，什么呢？炒白芍，炒的白芍，你看白芍，来我写给你看。哦，厉害厉害，白芍啊，有对吗？对对对啊，炒白芍是干嘛用的？这个是对肝脏，然后脾胃很好，然后就是脚会抽筋啊，或者说女孩子月经不调都可以。这个去年忘记收的昆布，这是什么？哎呦哎呦，这个味道哦，好熟，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好熟的？你记得这个味道吗？这个记不记得？等一下，记得，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样？所以这是什么呢？不是，我是很熟的，这味道。姜汁的那个霍普。霍普嘛。对对对对，把它切成丝。就是我刚闻到的那个味道。你没事把它切了干什么？真的是。霍普。然后治疗的效果好不好？出来。来这个碧癌粉末，这是什么？这个两个是一样的吗？这个。来来，没有没有，谁知道呢？不一定啊，也许是啊。石膏粉。这个五彩龙骨，这个是土的龙骨。龙骨是什么？动物的化石。什么动物的化石？不一定，不一定。大象、老虎那个都有，几百万年它才变成这样。但是现在目前来讲，这种都很少开了。其实还有了，这个还有，那个就很那个几乎不会开。这个都用人工弄的。怎么弄？这个里面它本来这个有泥土啊，很大一块，对不对？泥土要把它挖掉，把它洗干净，不能用那个酸溶水。我懂，要不然它就它这个就是死掉了。它比这个化过更清澈，也很轻的。很轻，比这个年代更久。这个你放在舌头，它就会黏了。会黏。对，它这里夹可以了。你这夹上面都应该撞的了。好，我塞了。来，用这个吃的是。先吃我那个收完的啦。丢了，丢了，丢完哦。只是这么一点可惜了，你吃这个吧。你吃这个，有没有？有没有黏？有。它一般舌头不会这样子，这个比这个强啊。你刚给他吃这个。就这个，他等一下可以录影吗？可以啊，疗效没那么快了。他可以吞吗？可要哎，真正两条哎，对，丢手哎，还好啊。啊，我两个手干保鱼。不会啦，他就有一定的路线在走了，不会乱砸。对，哎，琵琶吃太多，把你一眼就闭起来，消失。这话我看不起来。你是不是想要有需要的时候再吃？看不起来，是不是想留起来？好不好？学长，后面这些抽屉对不对？这些药一个柜子一面大概有几种？这个一个就九种啊，一个九种，总共有到五六百种。五六百种，台哥说已经算是在我们这群人里面对中药略知一二。从那边过来这边，他只答对两个药材，他要把这边的抽屉里的每一个药材都全部记好，对不对？你这边有药的，让他活到三百岁，不然我看他可能记不住。他至少两三年吧。我跟你讲哦，不一定哦。我想记的东西，我就记得住。像这种中药材这种东西，我应该是过目不忘。那他有天分。在这什么？什么东西啊？对吗？这个是党参嘛？哦，厉害哦！党参就是这个党参的级数比这个高啊！哎呦，随便烤什么？哎呦，过目不忘。哎，这什么？这个是不是？这个麦门冬啊，这个什么？炙甘草啊，炙甘草啊，来，以为我要问这个是，哎，我问这个，这什么？这个厚球人猴红布，算你厉害，厚表。学长，我跟你讲，这些药材呢，还真的没有接触这一行的人，真的不认识。但是台哥不认识没关系，他有这么大的热情，你看应该是 OK 吧？好 ，OK。学长，你介绍一下，他这个学徒来这边一天，应该要基本入门的工作是什么？介绍一下。要挑药，然后再炒药、切药这样子。炒药、切药。炒药跟切药。要先去挑药，把药材弄好。以前呢，我常常看，比方说电视节目啊，或者我自己小时候到中药行去，我会看到掌柜们啊，他都会用那种刀在切，对不对？啊，对对，那种切刀这样切。对对
那还有一个东西是用脚在这边滚的那个。哦，那个是磨药粉。磨药，它就这样坐着，然后这样磨药。现在还有这个东西吗？有，但是很少在用了。很少在用了。对对。因为它以前是这样用脚这样推推推。我们还有了。有的时候脚皮就推进去。要两只脚推。那这为什么一个白白的？哦，它是因为新药叫做脚皮。马上开始学习一天的药行，这个应该怎么讲？学徒啊，药行学徒实习。实习。好了，当然我们就先跳过清洁的部分，因为清洁是必然的嘛，是不是这样子？是。所以说我们清洁先跳过，我们先从洗药开始。是。这个洗药，我其实我当时本来还不懂哦，因为我觉得说你要来洗洗，哎，有皮洗掉皮的，会不会这样？对，动作要快，要快，一定要把它马上脱水。啊，药材还可以脱水？对对，脱水它把水分脱掉，就没有那个残留在。哦，这样子。那是有的药可以洗，有的不能洗。要看药材了，最主要还要看天气，艺人就不能用，下雨天就不能洗。对，像刚刚那个恐龙化石还需要洗吗？本来还是要洗，因为它里面有那个淤泥啊，淤泥还是要洗干净，还是要洗干净，要慢慢洗的，要洗很久。那蚕宝宝来要洗吗？蚕壳也要洗啊，你把它剪掉，还要再泡那个盐水啊，用盐水洗过。就是说所有的药都很干净。你那个像薏仁的话，你如果用这种天气洗啊，你用烤箱烤的话，它煮不烂，那个 Q 度就不一样，不好吃。了解，了解。那我们现在要洗的是哪个药？我们现在洗这个是藻肉，我们用的这个藻肉是韩国的，藻肉里面的成分最高的一个产地，是韩国。是到这里吗？不能到了，到你力气要太慢了。整个沙袋这样去洗。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搓那个水不能太多啊。了解了解。这个放在里面，对啊，这个不能太多，就要用这个有没有？用断呢？对对对，搓多一点。哎，真的是一下还是有脏呢。有没有？你干净，换你搓看看，动作快。来来来。差不多水分，可以换水，要再来换这一边，好，来换这边一个扯扯给，水这一边就很干净了，好，好拿起来，这个要把它翻箱哎，干净的水哈，再确认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赶快把它拿去脱水，等一下。那这个水要倒掉喽。这水都要倒掉，那个就要换了。哎，我先穿拖鞋，反正是对的。对对对对，作为工作反而适合。这个起来就是很干燥，干干的，对。对，这个把它倒出来，你摸看看。哦，这已经有一些程度是干的呢。它里面有纸，要挑哦，纸是滑的了，一定要挑得很干净。这个是色纸的，补肾气的，养肝的。那你如果那个纸留着，这是什么？这是色的，这就是膀胱靠烂的，收烟了，哎，收烟了。好，我叫色烟的，收的啦，收的啦。然后这个党参你要洗了，好，盖碎，阿弟，来，这个你就是量不能太多，要把它搓干净，知道吗？要放在这里。对对对，切碎，然后放这边，等一下还要再冲水，那个给你洗。倒酒，它那个水会跑进去。哦，上起来水太坚固了，了解。坚固那个成分就不一样，会流失了。哦，了解，了解，了解。这要快。这个是袂使骨气，歹势哦。不会，袂使骨气，你手汗的都不能跑掉，真的。不对，啊，现在就往这点我。不要跑掉，转头转头，对，然后再冲一下，啊，你一点就清洁，我就带你看，用内力，不是用蛮力，我没有用力，那你比我厉害。这个是每一根哦，纺线把它吊起来晒干，晒干的，所以每一个都有一个洞，用一条线有没有绑起来晒干的，厉害，很会工，很用精神，所以这个药都是很难得的，难得难得。那我们现在就去炒药，可以吧？平常的时候的话，每一种的药都要洗吗？
通常都要洗啊，每一种要炒决明啊，黑豆都要洗，一定要洗。有没有什么药是不能洗的？有啦，那你看那个薄荷那个就不洗，就不能洗。你洗它会坏，就没有。对。那有一些叶类的，叶类也要看，所以要脱水要很快。人参这种会洗吗？人参肯定也要洗啊，因为它本来都是泥土啊，也要洗。对。学长，像这样台哥跟着您学习，比如说三年，对不对？洗洗他的手，摸过这么多的药材，会不会那个药就全部进到他的双手？会了，会有滑脱之手，将来就可以把手剁了炖汤，我们就什么什么去极乐世界什么三妻四妾了。他的手指可以举三妻四妾，他这样子。OK， 没有这洗这药要看你的心情的、啊。所以现在要去现在挑药，挑药，对，挑药可以了，这个药可以 ，OK。好了，这就是蝉蜕的壳。那这个蝉蜕的壳呢，其实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也有抓来中药店卖过，一斤是40还是？这个故事了解一下，怎么抓你怎么抓的？就是那个蝉抓了以后啊，在树上吗？树上面它跑出来嘛，壳就会在这上面，就把它剪下来，收起来。那有些小孩就是想说叫它再蜕快一点，就有些小孩子不懂，就直接蜕壳，它就出来了。那蝉壳跟红铜哪个比较好卖呢？红铜就不要讲这个。OK， 这样来请。我看你剪这个，我们这个叫去骨尖的，要把那个角弄掉。那你要小心，你不能把它弄碎了。可是为什么老师他要把这个五尖？这个就是把它的一些杂质去掉，因为它这个角啦，这个没有用，就头它有毒性，做到纯性。为什么？它角有毒性，谁发现的？中药它就是要讲它的纯性，达到最高境界就是这样。而且这你把它弄好之后，还要用那个泡盐水下去洗，还要再去泡水？不是泡了，要把它用盐水下去洗。那不会粉碎掉吗？不会，要细数。哦，所以你这个要这样剪，就是把它那个头抓起来，对不对？是逆向的剪。那动作很快，不会摸鱼的。马上，我都还没做，你就一天到晚摸鱼。你是不是很多员工都是摸鱼的？不是，我解释一下，他是一个 SOP， 在教小朋友的时候，他会顺便讲。这个精神要够啊，动作要快，你不能抓起来一直看，一个小时全部要三次，一斤要卖多少钱？跟你吃饭都不够，不行。所以徒弟是有管吃饭的。对，还有管吃饭的，那不错啊。对，你要做事很认真啊。你便当给吃的，便当是我自己买的。是啊，对。好不好？两位请勿抬杠。专心工作，谢谢。这个不能丢在，你要放这边，这个另外可以，好不好？弄完以后再放进去。对。哦，同意。哎，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不好解。轻轻的，你要用心。真的不好解，对不对？真的要很轻哎，包含它前面的那个小爪子也要剪掉，对不对？对啊。老师，这个头尾脚剪掉，用盐水洗一洗，再炸一下，是不是其实也蛮香酥的？应该也是可以。对，如果煮猪脚放几次下去，那个可以吗？比较容易烂。真的假的？真的。啊、如果是你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还不可以啦，因为你尾巴没剪呢、啊。哦，尾巴对，尾巴。我们中药一定要剃五尖的，你那个蜈蚣、尖、五戒那个都一定要，头尾那个角都要去掉，达到那个纯的状态而已啊。你看我们这个都是这样，你看，我们洗起来就这样，你看。请给我有，你看，对，现在就95分了，这样还95分，等一下你拿过来看一下，你两个比一下，我们都洗过了，因为你这把那个头剪太大掉了。我现在知道了，就是要把尖的部分。对。其实你这个今天不管走到哪里去，蚕都得把骨尖去掉。对，正常是这样做。很多人他就为了减少成本，或是那个没有注重这个品质的话，他可能就不用这样做。药效就会低落。有道理，有人就是不会做，真的。很多人现在不会这样做了，这个已经会时会工，已经是搞纲了。然后你那个成本也会变成高。那我想请问一下，像这种蚕蜕啊，一钱多少钱？我才卖20块而已，剪了半天才卖20块。我告刚，你说我们会讲这动作快，就这样子。是这样子，是。对。学长，台哥把这儿剪完就可以了吧？可以的。好了，你放他剪吧，等一下再检查看他剪的好不好。那你过年再带他回去。哇！我告诉你，我这一箱巴黎奥运前一定剪完，开什么玩笑？倒数一支哦，其实剪久了也会觉得蛮恐怖的。什么意思？你现在开始恐怖？就是老是觉得他的脚啊，这样你看，
这么多脚在一起，你不觉得很奇怪？你就觉得说，为什么它要长脚？喂，等下最后一只哦，哈。讲着讲着也减了快100多斤。那你看那个多少重？来，学长很非常想知道你那个到底多少重？只要才3000而已啊。3000，你看看，60块了。哎、欸，是卖60块哎，你这样子的话，人工就是60块，6块钱，1/10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挑那个，再来要挑那个动物的话石，多大片？好，来，这个是动物的化石啊，经过几百年之后的风化啊，来变成这个化石，这个叫龙骨啊。它本来有很多杂质的，弄头啊，然后切开清洗清洗，不能说有泡那个双氧水干嘛都不能，都要天然的。然后你这个就要敲一小块一小块，它煮的话比较容易把那个成分释放出来。像这个的大小啊，比这个要大。没有，这到时候这样够胎了，放在摔过，摔到一样。尽量要这样子大小就对了。对对，这样就可以了。OK。哎、欸，这个很珍贵，这个是它、啊、这个是五彩的，这个是土龙骨了，这个才是五彩龙骨，这五彩龙骨，对，这个比较贵。老师刚刚是说这1000多少？30块。啊，这个嘞？3块，10003块，我、嗯、他妈差10倍。这个风化这个时间更长，你摸看看，这很轻的，对，这很厉害，就它的粘度高。没有啊，刚刚说我先含一片，对，我还留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是在这里，我忘了。这个为什么不磨粉，然后它却要变成一格一格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要熬煮的、啊。可是我又怕敲得太碎，你知道吗？不会不会，到时候都要筛过，挨个胎给。哦，这个就很纯正哎。这个你要从产地，这东西的产地在甘肃，它气候比较干燥的，才有这个东西。它、啊、这个需求算大吗？大、啊，这个需求算大、哦。嗯，那现在这个管制不能用太多。这种矿产，它现在它有管制，你不能随便挖的，只有特定的地方可以。以前它一只恐龙一只才100万台币而已，现在买不到，很大一只哦。恐龙可以买来？没有化石啊。恐龙可以买来炖汤。Oh my god！ 再大一点。不好意思啊。不会不会，您挑鬼不？我都怕把它敲太碎。不会不会。OK， 哎、欸，这个很不好弄吧？这个非常难，稍微用一点力，它又碎了。然后你如果说，哎、欸，叶学姐，如果用的不够力，它又变成一长条，又裂开，然后它还有古纹的纹路。多一分则太碎。这个厉害。这个也分等级的，大小颗不一样，所以我们到时候会筛网嘛，把它筛过。最后还要过胎子给它胎过。胎给它，所以做的时间买不赶。了解。Yes。学长，接下来要是不是要糖炒栗子了？对，现在就炒那个草药。啊，对。OK， 草来草药 ，check it out。好，我们现在要负责来炒药。所谓这个炒药呢，要问一下老师，像哪些东西都要炒，还是每一样都要炒？不一样啦，像这个用姜汁下去炒，它是强化它的效果。那我们还要先熬姜汁吗？对，我已经熬好了，已经先熬姜汁，要先熬姜汁再下去炒，它先那个消积化痰的效果会好一点。是，不要有刺激性。那这个厚朴它本来是这样子，对不对？厚朴，这个我粗的皮还有一层皮，对不对？要用那个刨刀把它刨干净，这里臭外婆。这个皮都一定要弄干净。那我们原则上制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来的时候，好比说我们昨天晚上就用那个姜汁下去沾，然后早上起来就有嫩嫩，然后把它剖开，然后一层一层剖。剖开之后，在那个尖刀我切几寸几寸，然后再切成这个丝，再切成丝，对对，原物料再切成丝，最后切成这样。所以我们入药的时候是要用这个，对对对，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炒姜汁是用这个下去炒，对对对对，啊，切成丝了再下去炒。了解，它不放肉了吧？放肉，本来放肉可以顺便炒一下。这个是姜汁，就早上就煮好的了。因为一般都是姜汁烧肉。OK OK。烧鸭鸭鸡的是呢。烧鸭鸭鸡的是。哦，炒这么多。这个铲子就顺着这个变，对呀。好的 ，OK。你手要小心会烫哦。太厉害！哎呦，很厚哎哦，这边真亮了哦，没有问题，好不好？可以，这个差不多了，应该是 OK 了，它那个气有进去的感觉。
这就起锅了。起锅了。起锅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拿起来。就是到米，可以跟米亚姐再来。放在上面吗？没有，要先要炒那个白芍啦，放这边就可以。好，炒这个。炒白芍。韩哥今天接触这么多药材，后来那个手变成一个滑嫩的汉方手。没有，我跟你讲，我这样闻起来就是很舒服。药都进去你身体里面。这个要放姜汁吗？不是，麦麸了。放麦麸。嗯。哎、欸。干要放多一点。我当初谁想啊？这个。这个、啊。它不用放水，不用。这个不能放水、啊。它这样最主要是让那个麦麸的气进去。对，然后也有调色的作用。哦，那我们等一下把麦麸要胎掉吗？要胎掉。啊，最后我们还是只要这里就对了。对。哦，我的来，老师来，我这个火开的不大，温火。对，你手小心哦、喔，会烫啊。学长有炒的动作，就是想要补强它一些东西，或者降低它一些东西，對對對，因为它这个麦麸它可以养胃气啊。养胃气，而且它伤胃是不是？對對對，不是啊，强化它的效果。原本就养胃了，再养。如果说它是对肝脏的话，它就要用醋加醋下去炒。要对肝脏好就加醋對對對對哦，就看它的疗效。那我这个是通常的，你师傅他们这样炒，一加比心定啊。还可以这样子哦，就是去除它的缺点。对啊，你中药就是靠这个炮制在那个，所以效果好不好，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了。关键的动作，对不 对, 對, 對, 對，没有做这个效果就有差了。哇，厉害厉害！来，玩玩，不烂了，可以，来，还可以。走开！不是，哎，没白套起锅，进不进？老师现在在切这个花旗参，哇，漂亮哦，切的漂漂亮亮。当样品了。哎呦，我这看到这个花旗参，我当场就想抓一只老母鸡过来炖。怎么会这样子？不是说可以含一片在嘴巴里吗？可以啊，含一片就是聚气嘛。听说老师刀工相当了得。了得，老师，你看老师切这个薄片，五十公里的那个人，可以考虑兼差日本料理师傅。死过瘾啊！学长是已经没有管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一些事情了。老师，我想请教您，为什么你用这个菜刀去切，而不用这个切刀去切？我这个刀法跟我不一样。这个的刀是切什么用？切其他的药材。哦，所以平常的时候我们还是用这个刀切。高级用这个手切的。所以要从头开始切。不用，这个很好切。一头要不要切一点点？对，斜刀。哎，引进来。学长，你先盯一下刀工了。好，这个刀要拿这边，不能拿这个没有力道，这样子。他这个手要跨这边，明白了？切下去，哇，看到没？嗯，切完以后，尖的，然后下去，撸出去，压下去，推出去，压下去，推出去，压下去，推出去，压下去，啊，嗯，你切看看。OK， 哦，搞定 ，Yeah， 切得好，才哥，你果然是适合处理珍贵药材。掌声是要用这个切，不是这个，也是这个，可是切法不一样哦。来，我来讲，你切起来要平均的，这切起来变大，切起来用，这个没有见过的刀法，很神秘的切法。这个叫阴阳片了、啊。这个刀法是每一家都是这样吗？现在没有人做这样子，对不对？都乱七八糟。学长，你今天对不对？站出来，你讲那个乱七八糟的是哪一家？你把它讲出来噻。没有了，每一家。现在都买现成的，人家加工了。OK。没活好。
台哥厉害，勉强勉强。会不会我们录完以后，老师全部觉得把它全部扔到垃圾桶？不会了。台哥发表一下中途感想。没有，我跟你讲，他这个每一个药材哦，他都要细心的去，不管是去烘焙它，或者说是去照顾它，或者说是去再制它，他都要很细心，细心很重要。用爱去照顾它。对，用爱，应该是讲很有耐心，他不能有一点躁，他这也是一种心性的锻炼，他一定是经过一番淬炼，就像中药也是经过一番淬炼的，他才会有那个药效。但是这个行业不容易，首先你要对药材，你要每个都熟悉，还有一些方子开过来，你要看，哎，这个方子是大反的方子，为什么会用在这个时候？大反是谁？大反就是药效是反的方子。我一直拿不到我老公的遗产，你可以帮我想想办法吗？他说啊，为什么会有一位砒霜在这里面？啊台哥，你讲到的方子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学抓药。这么快就要学抓药？因为你的时间不多了，时间快要学抓药。跟你讲这种话，今天拍摄一整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他这个你这个血管爱多啊，这个太硬了，太软，太支线，不用不能太高，是，要保持这个干燥度，太干了没办法切，太湿了破坏那个品质。所以你看，这重点就是一个品质的问题，质量如果硬度不好就是不行。OK， 好，大哥，我们就学抓药了。抓药 ，check it out。耶！我跟你讲，抓药很重要。看到这位药，你们两个人一人一枪，到底什么时候卡？来卡。今天的工商时间。Simon， 帮我拿下手机，在包包里。好的，洋洋小姐。手机，手机。应该放不下吧？你有啊？怎么都没有呢？是不是找不到？吓到我了！是不是觉得桌上都没有？包包也放不下，很奇怪呢。对呀，你说包包那么小，然后手机那么大，怎么可能放得进去嘛 ？Simon， 你对手机真的有很深的刻板印象。谁说手机一定要有怎么样的形状？你看，这是三星最新的折叠手机。天哪，这样携带好方便哦！重点是我们可以一起自拍，好棒棒哦！是不是很喜欢这个手机？想不想要啊？超想要的，谢谢洋洋小姐。没有，我不行，这九家九开一，九开一啊！怎么办啦？手机掉到水里面了啦！别担心，这么厉害的手机一定有防水功能啊，掉到游泳池都不怕。啊，这么棒，这么厉害。Galaxy Z Flip 3 5G， 站着折，坐着折，拍照折，吃饭折，工作折，生活也折，你就是你自己的大哲学家。轻巧上手，不管是放小包还是口袋都很方便，还有各种缤纷颜色，就像时尚小配件，精致在手， Fashion 我有。不止女生们超有感，不背包包的男生也心动。 1.9 寸封面萤幕，比武轻松拍，满满美照爱不释手。Galaxy Z Fold 3 5G 搭配 S Pen， 让书写拥有 SPA 级享受。千万不用担心不够折，因为不管是 Flip 3还是 Fold 3都能开合200,000字，不用担心。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要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我们的药房在那边，这个就是我们中医师看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中医师们呢，看完以后拿了这个处方签，再到那边抓药。对。哦。你先让大外行问一个问题。所以学长，我们不能够走进去，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处方签，然后直接买药，不能这样。可以啊。这个处方签可以啊，但是我们这边因为有很多日本客人来这边先看诊，再去抓药。他说有一个 key word， 日本客人来，我们有日本客人会。来中医，他特地坐飞机从北海道飞来这边，没有错。他那边没有，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日本人对我们中药非常有信心。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那个早期嘛，我父亲的时候，是创办的时候，那个日本的那个航空公司，他就已经有那个杂志就介绍我们了。早期我父亲的时代就有很多日本人来看到没有？所以其实这个在应该在这讲，早在日治时期，日本人就对汉药就很航空公司对，所以可能空姐会说，哎，谭先生您去台湾玩，说的时候，我说谭先生晚上是不好睡，说的时候，然后就介绍他说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中医，然后请他来。十年已经很久了，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几十年了。这个是一个老诊所，你知道吗？哎，这算是国民外交哎。
观光创意超屌的，很厉害。我跟你讲，光是台哥来当学徒啊，或是来拿药，都难以想象。观众完全没有任何一点那个 view 可以想象日本人怎么来中医看诊。我们今天呢，重金礼聘了一个真正纯正的日本人来示范一下，来我们这边上药怎么做。マリアさんですか。そうですよ。マリアさん、マリアさん、マリアさん。あ、マリアさん。あ、マリアさん。还有刚刚那个泰山的，我们大家先来试一下。班长冲上去在里面，对，班长，我跟你讲，你等一下，对不对？我们借着你跑一次流程给我们看，那你要装作你不会中文，全部全日文。わかりました。这里面有日文的，啊，只要上文都没，小姐都会日文，すごい。他一个中文都不会都没关系吗？对对对，我们这个专门有专门的翻译。等一下，你就用ペラペラ日本語啊，わかりました。ちょっと没有自信ですが，有点有点。翻译日文，他怎么写病历也写日文啊？哦，那电话留日本的吗？都可以的，电话留我的就，电话留你的，不是，就お願いします，还是电话留给你，お願いします，那就是，哎，等等，我们先看怎么挂号，先开始，来，好，見てみます。こんにちは。申し込み、すごい、これ日本語ですよ。日本語全部日本語だ。じゃ日本語。日本語忘れし忘れちゃったね。没有没有。あぶ。第一名。啊，大丈夫ですか？もしよかったら電話番号。あ、電話番号。じゃあ、店さんの電話番号。09。はい、じゃあ、そうですね。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日本人一般来说要看什么？什么？美容嘛，我才调理身心。我其实没有听过来观光然后看什么。对啊。今気になさったことは何でしょうか。どんな漢方薬を探してるんでしょうか。日本に行った時、日本は結構乾燥してるので、台湾に来てから湿気がすごくて、なんかたまに小さいなんかプクプクっていうのができちゃって。小姐就是主要是湿疹的问题，然后会红肿、会发痒，红肿的地方有时候会有像里面有水泡那样子的东西。湿疹多久了？湿疹一直可能，4年前来台湾来的，4年前来到台湾开始，然后主要是手跟手脚，手脚，这样两心就行了，你可以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吗？那主要是子宫的寒气比较重，是，身体的一个湿气代谢哈不是很好这样，休憩はちょっと弱くて、なんか新陳代謝の方もなんか弱いんですね。就是要把这些秽物哈稍微清除一下哈，开的处方要用煎煮的药哈。なんか、体の中のなんか悪いものを排除するためになんか三つなんか伝統的な漢方薬を差し分けます。はい、わかりました。我们真的一个人不敢去看医生，因为怕听不懂。可是有翻译的人就很安心的可以来看。比如说像他，请问他如果他是日本的观光客，他要回去，那他不会煎药怎么办？日本我们没有开煎药的，我们都是开药粉的。哦，让他喝就好了。哎。哦，そうか。マネさん、はい、処方箋ですね。処方箋お願いします。すね、它里面有当归、茯苓、何首乌、防风、看得懂ですか、白芍、川穹、白芷、桔梗。看得懂这个也蛮厉害的。看懂一点点，因为自己病了很久的。原来是，就是我比较相信中医哦，因为中医它是一种调养。所以我等一下会照这个再请我的师兄老师来帮我们抓药，来学习怎么抓药。嗨，老师，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等一下再来问。嗨，玛利亚桑。お願いします。刚才现在已经拿到女生的处方笺了，现在我们再拿一个男生的。请问隔壁这样讲话的是陈百祥？是董先生。董先生。董卓。隔壁先生。董卓。董卓。董卓先生。是董卓吗？不好意思，老师，对不起，打扰一下。干什么东西？你这不是？我跟你讲，老师，您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光这个望闻问切这样看起来，他好像就已经不太行了。请你，你这样会影响到我的脉象，会乱。会乱。对不起，老师，那我现在不影响。对不起。
会不会让他口干舌燥，早上起来喉咙会很干？哦，就会哦，会哦。那可能有脂肪肝。可以，而且脂肪肝这样摸就摸得出来。当然啊。他说我是福阿姑啦，我脂肪肝。我是糖尿病的斯克。口干舌燥，多喝水就有用吗？还是怎样？是不是真的要把肝火降下去？刚刚你要尽量吃清淡一点。肌肉蛋吃太多，对我很爱吃，身体很容易疲倦。刚刚才吃两个蛋黄酥的事。有脂肪肝，最主要是有脂肪肝，轻脂肪肝。你是这样还有救吗？有啦，没问题的。没问题吗？这个就是他的处方签了。对对对，好的，脂肪肝、眼睛红肿片，老师随便一摸就知道你眼睛红肿，肥胖症非常明显。肥胖症非常明显。喉干呢？乱讲。喉干吗？对啊。阴肝。恭喜你，今天遇到你的大国师，帮你，好不好？辛苦老师，我去给他抓药。这是董先生的药，不要抓错，这不是我的药。不知道。那不就是你看的？这位呢就是施老师，本身在抓药界也30多年了，是对吧？老师，我们真的是，我是完全第一次看到中医的处方，一帖药可以有这么多种药材。当然啦，好几副在一起。那我问一下施老师，最少的有几种？一种，一种也可以。是啊。我跟你讲，我懂的部分就是有君药跟臣药。什么叫君药呢？就是以这个为主，臣就是辅药。所以这一味药，请老师定夺一下，君药为何？像这个当归啦、荆芥、防风这些，要是它的君药。对，施老师，请稍等，哪里是当归？当归在这，这就是当归，已经有点接近萨尔达传说的古代文字，你看不太懂。刚刚这讲的是荆芥，荆芥这个药我就不知道是什么。荆芥是什么药？老师你看一下，告诉我们一下荆芥。对，这是荆芥。台哥说荆芥，你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转身45度角，拿出这个抽屉打开，拿出第一盒，后面所有的位置你都记得清楚。那么他三十年来挡身。那个菠萝爷爷。太强了。那像这个药的话。这我一定看不出来。刺激梨，刺激梨是什么？真的好像 Google。这叫刺激梨。是。刺激梨是吃什么用？手肝这方面的。护肝的。哎，对。何首乌对吧？对。香蟹。香附。香附，香附是什么？香附是什么？这叫香附，我的妈呀！什么是香附啊？这个比较妇科。调理妇科方面的，肠胃比较肠胃的会冷痛。红花，这个我知道。红花，盐水鸡。所以这一帖药基本上是处理什么？您这样看起来，手足比较冰冷啊，气血循环不好，然后皮肤比较有湿疹，有祛湿，然后提升脾胃之气。对，然后循环会比较好，促进血液循环。这是阿美玛利亚上这一副药，董先生的药。灵芝，我靠，他用到灵芝嘞，贵啊？还好，灵芝不贵啊。因为通常我想说，吃到灵芝这个人是不是已经不行了？不是，也不是。灵芝是增加你肝脏的修复能力，啊。是的，是这个。所以这一副药，您这样看起来是属于什么样的？比较保肝的，比较保肝。对，是。那吃这帖药的人是不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你有没有看到这副药就哦？震撼，怎么会是这个药？不会啊，不会吗？不会，基本上尊重医生开的处方啊，是，除非他有特别的剂量或是什么，我们才会有一些怀疑这样。他会问，比如说他说砒霜、鹤顶红、巴拉松全部写在一起，他就想说，哎，这是农药的配方。不要再讲这些乱七八糟。你刚刚是试图把这个引导是死亡的处方？没有，我的意思。请考虑董先生本人的心情。我是说，它是一个好方子，好签。但是对你来讲，到底有没有？是我，董先生。董先就是你。那这样子的话，我就要来看您怎么抓，因为他这个写一个三杯是什么意思？是三钱，这是一个符号。对，哦，这是三钱。对，哦，它是一个符号。台哥，你先跟着石老师尽量去记这些药材在哪里，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去测量这个单位，你就去看。卡马，没错，我等下教你。来，我们先看老师先抓这一副，这副药。
一般就是我们会趁机就先校正一下，是，然后就开始当归按照顺序。这我看得懂，就是它就有重量2000磅，2000磅，这个是5份了，对，这样1000，哦，2000磅就在这里。哦，一格就是0.5了。哎，对对对对。50、15、20、25 ，OK。你要称5个。对对对对，你要不要试试看？这样子我就帮助你，您再给我一个砝码秤。一般我们秤子都会这样子拿这样子，这样子比较好移动。那这样这样子，对对对对对，这样子 OK。这幅抓完了，阿布玛利亚。哎，要抓一幅要很困难。对啊，你那个7幅，你可不可以跟老师讲，开始开两就了。抓完以后，我们还是要再核对一下。要核对。哎，对对。当归、茯苓、赤吉藜、赤吉藜。好，那个包药。我看您包。你再包一次，我看慢一点。分解动作慢。手法是熟练，一铁要又好拆又好放。接下来是这个，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吃那么多药？我们药很多吗？比阿布的还多。柴胡、桂枝汤、柴胡、山前，你是什么咖？不是，你用 Siri， 你用喊的。对，我一天到晚柴胡桂枝，柴胡桂枝。我今天终于要看到柴胡长什么样。庐山真面目，这就是柴胡。果然是柴胡，这个是老花眼专用，比较清楚。你早拿出来吧。哦，清楚啊。要捣碎，我来，我来，我来，老师，这让我来。大力一点，这样太小力了，太小力哦，捣到明天。我是哦，可以这样子。你称下来，好，来称。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不是，我现在已经学到老师的精髓中的一半。但是我完粘到这边的时候，这边就动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不好意思，这个两袋的药，一个是无铁药，是阿贝玛利亚厂的；7铁的药呢，是董监您的。这两个加起来总共是分开算，是不是？你先听我说，钱的事情等一下讲。今天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先谈钱。我们鸡腿便当，鸡腿放最后，我们最后再讲。好吧，那先讲一下，没关系。你今天呢，成为这个学徒呢，很粗略的体验了中药的大概的样貌。我告诉你，没有大概，这个连1%都不到。你看，从刚刚我们洗药啊、切药啊、炒药啊，太多的工序了。这由你带给观众感受一下。对啊，真的要会玩那。而且你看，很多什么九蒸九晒啊，我们这边都是遵循古法的制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我先这样子，稍微粗浅的皮毛中的皮毛来体验一下。你说是不是要考验？我跟你说，是真的不错。简单的小小考验你一下。好，你看背后这么多的抽屉，对不对？这么多抽屉。我们挑9个抽屉。等一下，我从那9个抽屉里面抽考你3样。学长，你看这样处置怎么样呢？我觉得太困难了。哇，你瞧不起我后面？不不不，对，我帮你出口气。你不要这样子，你让老师好好的讲两句。让学长，我们听老师讲。让学长，你说。刚刚抓的两个处方拿出来的药，他认得就了不起。
你刚刚自己亲手抓的，不可能不认得吧？可是你海的柴胡山前，海的那真的应该 OK 吧？先等一下，不是可以吧？你先等一下，我先看上面到底有几味药。好了，老师你待会帮我们精选两个里面台哥有摸到的药材，六个好了，我们考他三个，可以了吧？你认得讲这种话啊，老师麻烦麻烦，六个抽三个是吧？六样不行了，你要给我看单子，我抓药要看单，没有方子我怎么看？来来来，哎，奇怪了，这个这么多东西，老师你就不会拿草决明这个东西来看一下吗？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我请石老师从这六个里面念出三个名字，然后比如说他说柴胡，然后你就比这是柴胡，这样我都知道了。你都知道了，来，我是柴胡不要，这个也不要，这两个不要。来，从这四个里面选三个。防风，防风对不对？防风，这个里面有一个是防风，是哪一个？你看就知道，一看就知道，以造型防风。好好好，等下就答案，防风。好，来下一个，牡丹皮。牡丹皮，这里面哪里有牡丹皮呀？单皮啦，单皮。哎，你再讲下一个是什么？好吧，没有没有没有，你现在就要决定了，哪一个单皮？是不是？看一下，哎，我问你，你要不要使用call out？ 你可以call out。单皮。你决定单皮是这个。好嘞，何首乌，何首乌，觉得黑的嘛，这就是唯一黑的何首乌嘛。好，老师，请问台哥答对几个？哦，对，两个牡丹皮，这个，对，我刚想，就是在讲单皮，它长得不像皮，你知道吗？不要难过，不要难过。石老师，请问您是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才上手 ？OK， 都记得起来？忘记了。很长的时间吗？这个行业就是时间的累积，累积对不对？对。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中药这个行业其实很博大精深？对，老师真厉害。谦虚，真的。今天拍这个中医，这如果我前两年拍，你也没这么懂啊。对。我后两年拍，我们俩谁，搞不好有一个人还在，还都还在，但是就可能那个时候没拍到。现在拍呢，恰到好处。你正是了解，然后你又 有在研究。所以大家其实为了养生啊，你可以看一下什么《黄帝内经》啊，《千金方药》啊，《伤寒杂病论》啊。都是一些中医的古书，很好的书。好了，好不好？谢谢石局长。我们今天请哪一位要进来，来给台哥评鉴一下您今天一整天？谢谢石老师，经理来是不是？经理，没问题。经理，请进。有时候我讲，觉得是这个中医啊，真是块瑰宝，真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医各个节气的一些养生的方法。你看，这是刚刚你的药，玛利亚桑，すごい很大一包。そうですね。全部あの675円でございます。675円。安い。全部。感觉蛮便宜的。安いですね。好不好？すごい、ありがとう。那你回去这样调养以后呢，精气神就会更好，而且会去湿，皮肤痒的问题也会减轻。期待的，我认真吃。好，来台哥，哎，你好。我今天来不仅学习到一些的中药，虽然我讲是皮毛中的皮毛，没有办法一时之间告诉大家，但是我想，我觉得这个是让大家看到一个面貌。如果大家对这个行业真的有兴趣，他可以去看一下，可能你可以投入这个行业，不要让中医这个东西失传。这个中医真的是祖先留下来很好的。国外都在研究我们这个中医药，都要发扬光大。中医药其实是很科学的，很科学，对，非常科学。对对。来，给你们一日中药行学徒见习成功，赞！お疲れ様です。辛苦了，辛苦了。Whatever you do
true, true to you. And I give it all. I give you my life. I give you my soul. And I know